妈妈，这太贵，要还要着，还要着。看到有个病人躺倒了，在抽搐，大概30岁左右，然后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眼睛白翻。就大概咬到这个指头这个部位，已经咬穿了，咬了对穿了，已经整个指头都咬麻木了那种。然后他苏醒了之后，看他没事，然后我就自行处理了伤口。真的小木头吧，真的小木头。驴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